我们来看例题二，好，他说在三角形 ABC 中啊，这角 A 啊60度，啊 B 的话是2根号3，那 A 在这边是3根号2了，啊这个是 SSA 的一个三角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，就是说哈，这个你看哦 ，A 呢它比呢 B 大，也就是说我以呢这个当圆心哦这样转，以这当半径转的话。对这条射线、哦、它只会交出一点，那、啊、这里没有交点，因为它比较长，所以的话呢，它交过来的时候，就这样一画、哦、可能交到这里来。那这样的话，这 A、哦、是3根号2 ，B 是2根号3，就构成了一个三角形。好，那我们来把其他角也把它找出来。哦，这个角色是 B 嘛，哈、哦，这是 C 啊，把这两个角找出来。啊、还有什么呢？还有第三边，把它给找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那个正弦定理、哦、就是 A、哦、除以 sin A 就是3根号2，啊除以 sin 多少呢？60度哈、哦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2根号3，啊除以 sin B， 哦，啊我们知道 sin B 的话只有一个解而已。哦、啊，这个的话，这是2分之根号3。好、哦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知道哈、哦，这 sin B 哈、哦，这等于多少呢？这个乘以这个，啊除以这个，2根号3乘以2分之根号3，啊再除以什么呢？除以根号，3根号2，就乘以3根号2分之1。好、啊，这个二可以消掉，啊，三也可以消掉啊，三消掉，所以这个呢是根号2分之1。好、哦，那因为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只有一个解，所以 B 直接就多少呢？就等于那个45度了。好，啊 ，B 是45度以后哈、哦，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找什么？找 C。哦、啊这个啊，这个是等于，这个是45度嘛，哦、啊两个加起来是105，所以这是75度了。好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 C， 啊除以多少呢 ？sin 75度。好、啊，这样我就得到哈、哦，这个 C 是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这个除以这个的话是多少？是6根号2，啊除以根号3，啊再乘以 sin 75度是4分之根号6，加根号2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可以约掉啊、哦，这可以2得4嘛，2×3得6，那这里还可以抽出一个2来，哦，二约掉的话呢，这约掉哈、哦、是根号3加1啊。啊，这个给它约掉的话，哈，这是根号3，所以是3加根号3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得到哈，这个 C 是75度了 ，B 的话呢是45度，啊 ，C 哈是等于3加根号3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把这个三角形给解出来了。